希望在坐下吧。现在啊，咱们农民富了，手里有钱了，但是呢，这个精神文明方面呢，还需要提高啊。那个一到年节啊，这个陈渣陋习啊就会泛滥出来啊。今天为什么要在丰年村召开这个会议呢？就是因为丰年村是精神文明的重灾区。这是喝断片了，这是，这酒好辣的有啥可喝的？喝也行，他把人喝成这样，这是。有句话咋讲的？土地老喝烟灰，有这个沈磊呗。这老小子就这么作吧？他这么作，他不死牌桌上也得死酒桌上。早晚不能，你没看这往脑出血使劲呢？你说这母大凤那么厉害，一天呜嗷的，多大能耐？他整不了自己老爷们儿呢，他。哎呦我去，灭绝师太的节奏啊，这是。哎呀，这够姚老嘎喝一壶的，在劫难逃啊，这是。林三木，你们村的这个四大金刚，一直名声在外啊。每年到猫冬的时候，我都担心他们会闹点啥事儿出来。你是怎么想的？有什么办法没有？那个。李书记啊，我吧，在丰年村当村书记呢，还不到一年呢。我在工作经验上啊，确实是没有多大经验。但是，我林三木有决心把我们丰年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搞上去。光有决心可不行啊，你得拿出实际的方案和办法来呀。我可以立军令状。军令状，如果我林三木在一年时间内不把我们丰年村的经济建设搞上去和精神文明建设搞上去，我就自动辞职，滚出丰年村。哎呀妈呀，这谁呀？老乡，吓死我！哎呀妈呀！哎呀，媳妇儿，我都想你了。耍钱不？啊！妈呀，不耍了！还往死喝吗？妈呀，不喝了！还跑不？哎呀妈呀，不跑了！还要脸不？哎妈，要脸！哎妈呀，妈呀！你说你妈在哪儿呢？你找找，你妈在哪儿呢？你还气死我了！你，哎呀，看看啊，你还给自己绑上了，你真能耐呀！你，你说你，哎呀妈呀，像个男爷们不？哎呀妈，我像男爷们，这也抽啊！像。哎呀！救命啊！救命啊！哎，等会儿，你干啥去你啊？不是，咱进去看看去。得了吧你！你喝酱油打嗝闲呢你？人家两口子事你掺和啥呀？你没看母大凤都急眼了，再把你给打了，那医药费谁管？那清官难断家务事，你可待会儿得了。咱也不能这么干看着呀，这你不能看着，你还想咋的？这两口子打仗，他还能出人命啊？先看会儿再说呗。那个吧，书记，今天呢，镇的领导，还有各村的一把手，你们都在，我请你们给我做个见证。现在我就签下军令状。啊！两张纸。喂，完了，咱们三木书记疯了。哎，三头，这两口子怎么回事啊？三娘教子呗。我也觉得姚老嘎这两天不好得，人家老王家办喜事吧，别人随礼100，他呢，随了50块钱，愣在人家喝了4天。咋样？这回消停了吧？嗯，这人作有祸，天作有雨啊。这会儿大凤啊，可解气儿了。三舅，
凤啊，咋的了？把你调去我儿子玩儿子上冰库里去了，他找三木了。你别着急，我这去找三木啊。你快回去吧，先回去吧。哎，你都给我打人了，救命啊！同志们，你们可都看到了啊，这林三木是拍着胸脯子立了军令状。哥，不好了！怎么了？秋壮兄跟长宝库去湖里偷鱼，他掉冰窟窿里了！啊！快走，走！哎，三木，三木，三木！哎哎，永泰，你赶快回家把那车开过来。嗯。那谁，刘老三子，你们两个回去把那个轮胎还有那绳子都拿来。好，走，快点，快点吧！倩宇，赶紧。倩宇，去快点！你们两个留守村委会，好不好？好好。一边去了，快上车！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丰田村，会水的青年马上到人格广场集合，快，越快越好。怎么样？参谋，钱就到齐了吗？参谋，看看，看人手够不够？差不多了吗？都够，都够，都来了。工具带上没有啊？带了，都搁车里的。绳子呢？装好了，都装好了。好好，咱们走。抓紧，参谋，参谋，参谋，大哥，参谋，干啥呀？你俩这是？那什么，把这个白酒带上，上来以后啊，给他装两口。三木，把被拿着，我儿子用不上个大冷寒天的。你俩这不添乱吗？哎呀，三木，我说你们俩别去了。三木，三木，这是规矩啊。上我车吧，走。你来干啥来呀？你啊？这我弟弟掉进去，我不得救他呀？是啊。哎呀，你说你可真，走走走，上车。走走走，出发，出发。你干什么来了？我不让你留守村委会吗？村委会让薛会计守着，我得跟大伙儿一块儿去，要不我不放心啊。哎呀，我天，咱赶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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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赶快走。怎么了你？怎么了？怎么了？啊啊！怎么了？老毛病又犯了！赶快，崔军拉他上医院，你们俩都跟上车！哎呀，快！快！哎呀，走走走走走，回来！人家都被磨叽了，就是要紧，赶紧上车！哎，这酒呢？这酒呢？下来，我开！快走！不是这个拿的不得吗？我得去，我儿子在这不拿的吗？往前站！喂，老师，是我，李忠明。妹儿啊，我都跟你说过无数次了，你这病啊来讲不能耽误啊，必须来讲住院治疗。可你来讲就是不听啊。没事儿，我这都是老毛病了，现在已经缓过来了，不要紧。哎呀，倩雪，有攒金攒银，哪有攒病的呀？今天必须好好看看啊！我没事儿，我真的都老毛病了，我自己知道，都缓过来了，没事了。我马上出警。老王啊，快一点！喂，是120吗？翠菊啊，你这是往哪儿开呢？去县医院呀！哎呀，不去县医院，赶紧的，回去，回村委会，往回开。回去？那可不行，三木吩咐我了，让我把你送到县医院，我必须得把你送去啊！我得听三木的。我跟你说了，三木救人去了，村委会需要人，我不能去县医院，我不去医院，听我话，回去。三木是书记，你是副书记，我必须得听他的。三木，三木，你就知道三木，这是我个人的事儿，他管不着。回村委会，停车呀！哎呀，你要再不停车，我就跳了！行了，哎呀，倩雪，你这是跟受孩子别，你这拿生命开玩笑呢？咱回啊！这什么脾气？行，回去。什么破车呀！油门踩到底了也不走道啊！能不能好好修修你这车？不正要大修了吗？
扎胎了。你说这事让你办的掉链子不你啊？这怎么整？你说，书记啊，这时间长了可不行啊。那可不，这时间长了盯不住啊。怎么回事？这事怎么不走了呢？轮胎扎了。哥，警车来了。妈呀！哎呀，哎妈呀，哎妈呀，不是咋的了这是啊？啊？啊，没事，我老毛病犯了。不是，哎呀，不是，我说你这人他有病，你拉医院去，你拉村委会干啥呀？这又不是医院，我又不大夫，你拉医院去呀？别装了行不行啊？你知道咋回事你就在这吵着。咋回事啊？我们就是要把他送县医院的，他高低不去。死犟死犟的！快上手！大哥，你说你不会水就完，叫啥呀？你哭啥哭？现在先哭有用吗？赶紧上车呀！快快，抓紧抓紧，盖好被子。你不是，我跟你说呀，医务主任呐，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能硬挺着，赶紧去医院，走走走走走。哎呀，行啊，你吵我爸干啥呢？这好了，我都缓过来了，哪儿也不去。行了，都回去吧，谢谢了啊。于副主任，你确定没事啊？没事，那我就走了。哎，没事了，他这贫血就一着急就犯，现在平静下来就好了。都进屋吧。啊，慢点。赶紧进屋吧，进屋吧。没啥事了，你回去吧。我当然走了。那我帮看着点啊！大哥，快点，快点，快点！大哥啊，盖好住手底下，快点来，来来来，老小们，快快快快，走，赶紧！什么情况？快点，快点，快点！好，来，慢点开车啊！清雪呀，好一会儿吧。没事，你给我沏杯红糖水吧。哎，哎，不用不用不用，你坐，我来我来。妈脾气。没事吧？哥，我没事了，你们回去吧。还回去呢？你看你那脸都不是好色。我回去，我能放心吗？就是啊，千雪，我看咱们还是去医院吧。不去。红糖水来了。哎呦，谢谢谢谢！这么大一杯呀、啊，碗大少有准儿，别看缸子大，没放多少水。我自己的杯子呢？我这缸子用开水烫了，烧过毒了。我刚才都吹了，不热了，温得乎的，喝吧。要不再给吹吹？你行了，别吹了，喝吧。烫过是吧？谢谢。管谁叫大爷呢？你看准了再叫。哦，大叔，您找谁呀？我找你们妇联。你找妇联？你找妇联干什么呀？我要告状。我告我老婆母大凤，我遭到了严重的家暴。不是，你说这么多，你是谁呀？啊，我是宣传统战委员周诗文。啊，那妇联在哪儿呢，孩子？那我带你过去吧。好，在那边。好的，您请坐。刚才你是管事的？对，我是。您坐吧。我就跟你说了。您坐下慢慢说。哎呀，我要告状。告状？您告谁？告母老虎。母老虎？不是，就是我媳妇母大凤。啊，那您
慢慢说。你看，你看看，你看这屁股给我打的都打开花了。不用看，不用看。你得看呐，你不看打取证啊。不用看，您坐下慢慢说就行。这个字儿太大了，大白天就去偷。我听别人说，光是输完钱不敢回家，怕元哥收拾他，就在家门口转悠。正好碰上长靴裤了，俩人一商量，就去湖里偷鱼去了。哎呀，这光穗这是输疯了，这是，那可不咋的。其实光穗是想赢两个钱儿，给元哥买个钻戒，结果钻戒没买成，反而把来年买化肥的钱都输没了。你说他媳妇能愿意吗？他这是想整点外快，不玩好了。不，你找他玩的吗？啊！李书记，书记，怎么样？没出来吗？没出来呢。哟，王主任，情况怎么样？李书记，啥事都没有，你放心吧。哎呀，好了，走。书记，哎，走。哎。谢谢谢，没事就好了。哎妈呀，我可没事了，我可没事了。哥，哥呀，啊，书记，哥呀，你可吓死我了。咋的，害怕了？是怕我掉冰窟窿里头出不来了？啊，没事儿，我属狼的，我九条命。三木，三木，哎呀，爹，你干啥来了你呀？你没事吧？没事儿，不挺好的吗？爹，爹，爹，哎呀，爹，爹，打我干啥？爹，你不会水，你掉到湖里干啥呀？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爹咋活呀？今朝谁管呢？今朝怎么办呢？爹呀，别哭。我是党员，我不下水谁下水呀？啊，爹，我没事儿。我听说你跳到湖里啊，把爹都吓死了啊！爹是担心你呀、啊，你不会水，你知道吗？爹，没事儿，我不挺好的吗？你干啥来了你呀？啊？啊？啊？对。衣服你给拿来了，你给我送衣服来了。好。那什么爹啊，你回去吧，打个车回去，别怕花钱啊！啊，打车走，打车走。好，好好照顾好我爹啊！好嘞，好嘞，走，慢走，老爷子啊！哎哎哎！哎呀，你这你这我爹，你看他还担心我，那什么，找个地方我把衣服换上啊！啊，走走走，慢点哥，慢点。哎，情况就这么个情况，经过也就是这么个经过，这家拿老牛鞭子给我捋捋的，这就跟潘金莲和崔氏女士一样的。一心要谋害亲夫啊，领导啊，你们可得为我做主啊！要不这样吧，姚先生，您刚才讲的属于家暴范畴，您先到派出所报个案，如果涉及到我们妇联这一块，我们再为您解决，好不好？报案？对呀。他们能管？必须得管。那他们要不管呢？保证能管，你放心吧。行，他们要不管。我还得回来找你啊！好好，没问题。那好，我走了。好，那好吧，你慢走啊。你呀，这招真是失绝了。哎，没办法，凤年村的四大金刚全县都出名。我呀，得给石所长打个电话。喂，石所长。哥，你真回村啊？不回村干啥呀？你在院子都待一天呗。是啊，哥呀，你应该多注意些，观察观察。那可不咋的，你等彻底好了再回去。不行，现在正收河农粮的时候，村里正需要我呢，我能在这儿吗？永泰，赶快打个车，快点！哎，快点啊！我得给李书记打个电话呀。这咋还走了呢？你说这生气了是咋的？喂，啊，李书记，你咋还走了呢？你看你呀，我得当面好好谢谢你呢。还，你说我跟你说啊，这次要是没有您的亲自指挥，我恐怕我的……行了，李三木，你少给我嬉皮笑脸的。
这事咱没完。过会儿我找你。这咋还生气了呢？还呀？哎呀，妈呀，这有点过堂吧？老嘎子啊，你来干啥来了？报案。你报啥呢？我遭到了家暴。什么家暴啊？我老婆母大凤把我好顿收拾，不是一般的收拾，严重的摧残了我的身心。还摧残了你的身心？摧残啥样啊？不，你看看。哎呀妈，你谁看你的屁股了？屁股都打开花了。你得看呢，你不看怎么取证啊？你不取证怎么把母大凤绳归于法呢？哎呀，你还挺明白啊！你这样吧，石所在屋呢，我带你去找他。好。于主任呐，我决定喝完水还是去医院得了啊。哎呀，徐百强，我这个就是老毛病了，你知道的。哎呀，我跟你说，你这次犯的比每次都厉害。电话。不，我来。哎呀，桑木书记不在家，我得挑起这个大梁子。哎，哪位？镇政府啊，有什么事情吗？什么？姚拉嘎到镇妇联告母大凤去了？啥？告你？啊，行，我知道。哎呀妈，这上妇联，你说，哎呀妈，真是胆肥了，还跑到妇联去告我去了。行了，倩雪呀，我赶紧回去了，我看看那损贼，你俩照顾好他啊。哎，大凤。啊，那啥，你回家跟姚老板好好唠唠，别动手打他啊。对，于副主任说的对，别老打仗。再说这么大岁数，让人笑话啊！哎呀，你们不知道，老嘎这个败家玩意儿啊，就是属猪的，记吃不记打。对他呀，讲多了都是对驴弹琴，就得用鞭子抽他。行了，我走了，您俩照顾好他啊。你别回去，别老打仗，别老动手，让人笑话啊。哥，你也回去吧。那我回去吧，我老闺女还没喂呢。不，你回去吧，有准我照顾。另外，我跟你说啊，三通啊，我跟你说，以后说话别老把你家那狗一整说我老闺女的，你这有失大雅，好不好？你家这小母狗不叫老闺女叫啥呀？我可不能像你似的，跟自己闺女叫老儿子。怎么说话这是？啊，妹，我走了啊。嗯。咋样？刘主任，是不是还烫啊？我再给你吹一吹吧。行，啊，我知道了。那好了，哎，就这样。石总，哎，姚老板啊，这报案，这非得跟你说。要报案？是的，你站好了。报啥案？报案呢？我告我老婆。你告你老婆？我遭到家庭暴力。什么遭到家庭暴力了？上次的事我找你还没找着呢，你告你老婆，小赵，给带那屋去。不是石子啊，我是原告啊，你不能什么原告被告。石子啊，以后再说，带走，放起来。我是原告。好了，你好好休息啊，晚上还有一诊。晚上还一诊呢？那还有一诊呢，到时候我们会来叫你的啊。好，谢谢大夫。哎，不客气。呀，金啊，你咋来了呢？咋样啊？没事儿。没事儿，你说你作啥妖啊？我告诉你，我要不是为了咱爸，为了你们这个家，我根本就不来看你。我刚才在楼下看见警察了，你从这屋出去，他们就把你带走。我告诉你。哎呀，姐呀，我都这样了，你还吓我干啥呀？我吓唬你啥吓唬呀？你说说，你就不能安生的好好的生活呀？啊，那元哥能不跟你离婚吗？这要是我都跟你离800回了，我告诉你。元哥来了吗？当然来了。啊，你一会儿好好的，好好认个错，你听见没有啊？知道了。要不然这家就真散了。听话啊，元哥，听见没有？雪儿啊，好点没有你啊？我没事。哎呀，今天呢，
我跟你们说，真是太危险了。如果要是没有李忠明书记，还有这个石所长、120他们的奋力抢救，我跟你说，后果不堪设想。哎呀，我跟你说，现在我想起来我都后怕。是，太可怕了。你说完了？说完了。易赞木，我想问问，我这个村委会副主任、村支部副书记，是不是就是个摆设呀？哎呀，倩雪呀，你看你要是有意见，你就提呗。你看你不能用这种口气说话呀。派出所要处罚四大金刚，你私自求情，暂缓对他们的治安拘留，你还替他们担保？你前脚把他们从派出所领回来，后脚车广顺就到湖里去偷鱼，这事儿你咋解释？这个事儿我慢慢跟你说还不行吗？对对对，听书记慢慢解释。听见没有？好好的，元哥，你告诉你都知道错了，你就跟他好好唠唠，别动气啊。你俩好好唠，听见没有？啊，你听见没有？你赶紧好好的跟元哥承认错误啊！快坐。媳妇儿来，你们俩好好唠啊。就这样。媳妇儿，我知道我的错了，对不起你，我错了。这是离婚协议，你看一下，在上面签字吧。林三木，你太独断专行了。于倩雪。我依法治村，以德治民，村民自治，我有错吗？我，行了，口号谁不会喊啊？啊，这么些年起啥作用了？四大金刚照赌不误，随礼歪风愈演愈烈，偷盗偷猎天天发生。哎呀，特殊问题特殊对待，如果出现了问题就上交，还要你我这些干部有用吗？那这村规民约给谁制定的？啊，为啥不执行啊？谁没执行啊？啊！你睁大眼睛看看，我什么时候没执行了？你行了吧？你那叫执行吗？你叫纵容？什么靠说服、靠教育？你以为他们是小孩啊？听你的啊！靠罚款，靠强制手段，出现问题不从他们内心去解决，倒适得其反，你懂不懂？我不懂。现在是法治社会，靠法律。我当然知道靠法律办事，我还不知道靠法律办事吗？法律是什么？法律是准绳，法律是工具。但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我们每一个村民，他从内心去向善，不触犯法律，那法律对我们来说那就是毫无用处的条条框框。你这个人太幼稚了，太理想主义。我不跟你吵，因为你太不了解咱们村的真实状况了。你，我不了解，我在这村里当了23年的村委会干部了，我不了解。我告诉你，谁家的灶坑门往哪开，我全知道。就你刚上任不到一年，还我不了解呢？哎呦，我真是醉了。喂喂，那个书记，别生气，别生气啊！你们有话好好说啊！绵柔，绵柔，我知道，你就是记恨我，于倩雪。请你不要把个人恩怨带到工作上来，知道不？媳妇儿，我求你再给我次机会行吗？这回我一定改。媳妇儿，我求你了，给我次机会，行吗？还在跟我说机会是吗？
我给了你无数次机会了，车广胜。别人家毛东都轻松快乐，我呢？我一到毛东，我就像过周年。车广胜，我是一个女人，我需要一个温暖的家，我需要一个爱我的丈夫，我需要安全感。可是你给了我什么呀？你给的我只是每天的提心吊胆，一次一次希望的破灭。豆豆那么小，我为什么放在我娘家，让我娘家抚养，现在由她大姑带着？我就不想让孩子看见他爸爸一次一次被警察带走，不想让别的孩子骂他有一个耍钱鬼的爸爸。我期望你能走正道，在孩子面前做一个正常的父亲，哪怕是有一丝一毫，我都心满意足啊，车广顺。这么多年了，你给了他什么？你给这个家什么了，车广顺？作为书记，请问你，你的原则是啥？你的底线是啥？对对对，原则不能小看的，原则问题不能小看的。车广顺、马三金还有吴迪，他们都跟平安粮食外贸公司签订了收购粮食的合同。如果要是不交到粮食，他们要是违约，你知不知道咱们丰年村损失多大？你懂不懂啊你啊？我不懂。如果每个村民都像他们一样，找这样那样的理由来胡作非为，那这个村子还怎么管？事情还怎么做？是啊，任贵，这问题要严重啊。墙头草，少站在墙头上拍马屁。他说我是草吗？你就是墙头草。那我工作吧。又吵什么呀？杏儿，我最后再求你一次。给我次机会行吗？我什么都不想听，我现在只求你，车广顺，你就在上面给我签一个字，我只求你一个名字，行吗？我求的你，车广顺，是我求你，我求你放过我吧，我太累了，车广顺，我太累了，我跟你在一起生活一天，我都是煎熬，你懂吗？我求你了，我求你，你们放了我吧，车广顺。真的没有机会了。热茶可绵柔了，嗯，好，谢谢，不客气。李书记啊，嗯，最近我们丰年村确实出了很多事儿，作为村干部，我向您检讨。不，该检讨的应该是他。对，书记，我是一把手。我检讨。行了，今天先不谈这事儿了啊，就说你们丰年村每年猫冬时候都能整出点事儿来啊，这怎么回事？这是前天你在我办公室怎么保证的？今天是谁啊给我立的军令状啊？是谁把胸脯拍得闪响？你怎么的？你肚子疼啊？不是，我看地下有没有缝，我钻进去得了。钻什么钻进去？别整没用的，你赶紧想想这到底怎么回事。哎呀，坐坐坐。其实，李书记，
我感觉你是最了解我的人。我呢是在凤年村长大的，我太了解凤年村了。可以这么说吧，凤年村很多人都是我们家亲戚，在我小时候撒尿和泥玩的时候，我就太熟悉他们了。后来我到了俄罗斯去打工，去赚钱。我在国外那时候，我一想，我们凤年村，我太想家了，我太了解他们了。但是现在呢，我越来越感觉，不是我想的那个样。三毛啊，你能认识到这一点真不错。其实，别说一个村子，就一家庭，相互之间的成员，都不一定有深刻的了解，啊。李书记啊，您说的太对了。是，精辟，太精辟了。可是林三木同志吧，总是自以为是，把啥事儿都想得特简单，而且经常采取非常规的手段管理村民、处理村里的事儿。要照这么下去，肯定得犯大错误、出大事儿的。真的，他这人太天真了。三木啊，你作为一个这个村的这个当家人啊，就好像一个家的家长一样，啊，要对每一个农户、每一个村民都有充分的了解，根据每个家庭的不同、个人的不同，理清脉络，进行管理。只有这样，才能管好这个村子。哎呀，李书记说的是太有道理了，此处应该有掌声，是不是？监车他这样有意思吗？左一出右一出的，都是演戏给谁看呀？这是，他不是都已经知道错了，不是向你道歉了吗？哎呀，他这就是作呢，我就让他去作。姐，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他的死活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也别再给我打电话了，行吗？姐，元哥，元哥，李书记啊。您真的说得很对，我们丰年村缺乏的就是这一点。啊，还不光这些，更重要的是，这个领导班子要有凝聚力和向心力，这很关键。啊，我知道你们两个的出发点都是最好的，但是呢，在这个工作这个管理手段上和工作的方式方法上，还存在着一些差异，不够协调，缺少统一。啊，就好比。两辆奋力拉车的马啊，特别使劲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但是呢，一个朝东，一个朝西，你说费了好大的劲儿，适得其反，你这怎么办？你说是？不是李书记啊？可是这两匹朝东朝西的马，它总有一个是正确的呀。最关键的是那错误的，还死拧着不回头。看啥呀？笑呢？真的。就那错误的，他不回头，你说这事儿，这不言而喻啊！李书记，至于这两匹马谁错谁对，咱们以后实践来证明吧。就像有一些传承的东西吧。你扯那远干啥呀？你能不能让人把话说完？你不是正说呢吗？我接个电话。哎。喂，三木，翠菊啊，什么事？广顺要自杀。什么？怎么了他？大夫刚给抢救过来了，元哥跟他摊牌了，说要跟他离婚，你说现在可咋办呢？你别着急，我马上就过去，马上回去。好。哟，你那翠菊咋了？车广顺自杀了。啊？自杀了？喝点水。哎呀，哎，你说说你啊，你说你干啥玩意儿呢？不作死不行是咋的？哎呀，
元哥都跟我离婚了，我活着还有啥意思？你以为你死了就一了百了了？哎，人家就说你有志气啊，说你这个光荣啊，给你树碑立传是咋的？你想错了，车广顺，人家更看不起你，连咱们全家都是跟着遭人笑话。哎呀，谁愿看不起谁就看不起吧，我有啥招啊我呀？哎，不是，你咋这么没脸没皮呢？你也是这么大岁数一个人了，为人父为人子的，你咋就不能活得有点担当啊？别的不说吧，就说咱爸，你想过没有啊？你要是死了，他咋办呢？你豆豆咋办呢？人家三木前脚才把你从派出所弄出来，你转脸就去偷鱼，你说你是不是人呢？你，三木，怎么样？没啥事了，大夫给包扎了。没死成啊？咋没死呢？是我不想死啊？那还不容易吗？死啊，撒泡尿都能浸死。恶心就能恶心死，咋没脸了？还把脸干上？拽我干啥？拽我有啥意思啊？还不想死吗？你咋不去死呢你呀？啊？总是绽放着青春的蕊，你是谁？风雪中你翩翩的飞，你是谁？岁月匆匆都不悔，你是谁？红尘拐角处灼一世黑。而传说着你的美，你是谁？姑娘见了你面人下飞，你是谁？脚步匆匆累不累？你是谁？谈笑间让你你是谁？走进了我的心扉。你是谁？梦里常相依相偎。你是谁？偷偷的为你沉醉。你是谁？让我爱的思念。